Welcome back to Some Elena. In today's video, what we'll be talking about is the flood in Libya. So this is our topic. We can see catastrophic flooding devastates eastern Libya, leaving thousands in peril. 好，今天我们要来讲的呢是比较时事的，是跟那个利比亚的水灾有关系的。那如果你现在在观看这部影片的话，应该是手中有拿到老师的这一份讲义。如果没有的话，记得要加入下方的群组，就会可以得到老师的这一份 handout， 可以吗？好，那这一份主题式的课文哦，就是我们不会去特别去强调它的文法的结构，就是这篇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也不会做过多的补充啦，不然这个影片会超级长的。我们就是以读懂，然后知道有这一件事情，认识到有这些单字就差不多了，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哦。好，所以首先呢，我们现在准备开始，你不要把它就是当做一堂上课啦，就是听一听就好了。So in a heart-wrenching turn of events， 这边的 heart-wrenching 哦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你就可以说它等于 extremely sad， 就是超级伤心 ，or distressing。像这个 distressing， 我就帮你写一下。好 ，distressing。那像这种东西我上课正式上课当然会帮学生补充很多了，但这毕竟就是一个分享类型的影片，大家就是看一看就好了。好，所以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心痛的事情，就是 Eastern Libya has been 看到这个单字叫 ravage。 什么是 ravage？ 就是我如果把它讲比较简单的话，就是 severely damaged 或者是 devastated。 好，我可以这样说。那这个像我刚才是不是有讲到一个单字叫 damage？ 那你一定听得懂 damage。 damage 就是破坏的意思，所以它就是这个地方它被严重的破坏。像我们现在这边第一个你就要把它填进去哦，叫 ravage。 好，然后我刚才有讲到另外一个单字呢，它叫 devastate， 然后 bustated 啊，因为它这边是 pp 嘛。好，就是被破坏。好， has been ravaged by， 这边第二个请你填，这个叫 catastrophic。 catastrophic 就是灾难性的，像是身为高中生我们一定都要知道这种类似的单字。那像是这个单字呢，老师在这里呢就会再稍微帮你做一些其他的补充。这支笔感觉有点荡荡，是发生什么事情？好，好像没有哦。首先我们可以说这个单字，你会不会 disaster？ 那我们现在把 disaster 变成一个形容词，看 d， 它叫 disastrous， t r o u s， disastrous， 这是第一个可以补充给你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补充几个呢？啊，破坏你还会吗？破坏叫 ruin， r u i n， 然后你在后面加上 o u s， 它就变成形容词叫 ruinous。好，那再补充两个好了。我们还可以写到 calamitous， 看 calamitous。好 ，calamitous， 我们也可以说 cataclysmic， 看 然后 clysmic。好，就补充这几个就好了。好，当然还有非常多啦，但是有时候补充太多也不一定记得起来。So catastrophic， 你可以说 disastrous， ruinous， calamitous。Cataclysmic， 好，自己去选择哦。好，这里呢，我们看到他说，就是为什么会有令人伤心的事件嘛，就是因为被这个灾难性的洪水给破坏了。好 ，So with thousands feared dead and many more missing， 好，就有数千人死亡，然后也造成很多人不见嘛。这种 this humanitarian 啊，这个叫人道主义的。好，比如说我们说啊，这样子的行为不人道啊，这样子的死刑不人道嘛。Humanitarian 就是人道主义的危机 has shaken the region。好，就已经侵袭了这个区域。同一时间呢，也让这个区域是处于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Living communities， 其实这个 living 老师在前几堂课已经有讲过，今天就不再多讲了。Community 是社区。然后这个 grappling 上一课也是有这个 grappling 是什么意思？就是努力去解决啊，克服的意思。好，克服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 The aftermath 啊，这个绝对不是什么数学后面啊。Aftermath 其实讲的就是你一定会的一个单字，叫做后果。所以讲简单一点，它就是等于 consequence
quence, quence。好，我都会把它念出来，因为有的时候写太快，我会就是写错或者少写一个字哦。OK， 所以呢，就要去努力克服 the aftermath of nature's fury。Fury， 其实你应该会它的形容词叫 furious。Fury 就是好生气的意思。那这边就是自然的灾害，可以吗？所以首先下面我们看到红色的部分呢，要跟你介绍的这个呢，好，是一个什么东西的 strikes。当我们讲到洪水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知道是 flood， a flooding， 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单字它也是洪水，它叫做 deluge， deluge， 这个发这样子 add in deluge， 它也是洪水，我写在这个上面。所以洪水袭击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首先它这边下面它跟你介绍到这个 Libya 这里，好， Eastern Libya， 好，那这个地区它是一个以什么闻名的地方，以它的这个叫 arid 其实就是什么 dry 啊，干燥的气候。好，那这个地方呢 experience a sudden and devastating， 好，这边就是破坏性的，跟上面的那个 catastrophic 是一样的，就是具有什么毁灭性的变化 in weather patterns， 就是它的天气模式突然发生了非常可怕摧毁性毁灭性的变化。那这个变化请你从这个 that 开始括号到这个后面 that led to， 看到这个单字，我是强烈建议你呢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像以前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学过下大雨啊，是 heavy rains， or 我们还可以说什么呢，还可以说那个 rain cats and dogs， 对吧？好，那以前我们在国中呢也是有说过 rain 当名词是没有办法去数的，但是其实老师在如果你是身为国中生的时候，老师应该会有跟你提过国中很多的东西可数不可数，它到了高中全部会有一个就是会被打破嘛，对不对？好，那这个 rain 在这边呢，它强调就是它下了好几场的雨。这个单字第六个它叫做 torrential rains， 你就直接把它记好，就是好大雨的意思，就是大雨。好，造成什么 torrential rains and massive flooding， 造成大雨，然后造成洪水泛滥。然后它这边说到 rivers overflow their banks，好，就是水就是整个上涨嘛。然后呢，这边的 low lying 叫做低洼的地区，低洼地区它会怎么样？ Were submerged， submerged 就是被浸没、被淹没的意思。它我下面应该都有写，浸字这样写吧，浸没。好，然后一样造成 resident 叫 dreaming of guard， catching resident of guard， off 是没有， guard 就是保护，没有保护，突然的洪水就会让你不知所措，可以吧？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一篇算是有一点点程度的哦。再来下面 the toll on lives and infrastructure， 这个 infrastructure 就是我们这一次啊在考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学测模拟考的时候就有出现到这个单字，然后也是难倒了蛮多的同学哦。首先先看到这个 TOLL， toll 呢虽然很短，但是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概念的。这边 toll 讲的就是死伤人数，伤亡人数。好，所以 the toll on lives and infrastructure， infrastructure 就是基础建设。这我下面有没有写？好，我没有写，那我就帮你写一下，那就记得如果你有这一份的话把它写起来。其实现在学测的模式啊就是越来越接近，就是你的，就其实都是阅读嘛，所以很多单字是很重要，你一定要去背哦。好，这里，然后这边啊，这边我没有把它打到，它消失了。等一下我们会回来讲到这里。他说 ，as the flood waters， 好，当洪水这个 surge， 好，像是我们会 go up， 就是上去，我们也会上升增加，叫 increase。好，你先听过就好，不用写。那像是这个 surge， 它也是往上的意思，可是它就是突然往上，可以吧？好，突然往上。所以在这边呢，他说 ，as the flood water surged through towns and village， 就是它席卷整个城镇、整个村庄啊。好 ，the left trail， 这边的 trail 是什么？你说我有背过，就是一条小路、小径，但是这边不是，这边讲的是痕迹。怎么样的痕迹呢？洪水冲过的地方，房子可能都倒塌、都被淹没，树也被就是冲撞断掉了嘛。所以会留下一个怎么样的痕迹 of destruction in their wake。 好，就是你看下面嘛，就是他们留下了毁灭的痕迹。
所以呢，有数以千计的 thousand homes have been destroyed， 被破坏哦。And essential， 而且还有他们很重要的上面这个单字，你把它拉下来，它叫做 infrastructure， 就是重要的基础建设，包括 roads and bridges， 就是有道路啊、桥梁这些东西啊 ，have been severely damaged， 都受到严重的破坏。然后这里他有说到，你看。他说 ，report suggest that 好，就是报告好，而不是报告，就是报道显示这边的 suggest 不是建议哦。报道显示说 ，the death toll 死伤人数 is rising rapidly， 好，就是迅速上涨。而且同一时间呢，还有什么样的附带状况呢？好 ，with many still missing and unaccounted for， 这边 unaccounted for 就是。无法被计算，所以就是有很多人还是下落不明的，可以吗？然后再来我们往下看到这边，就是一些 humanitarian response， 就是一些人道的救援、人道的回应。他说呢 ，the catastrophe， 这个是那个名词。我们刚才在上面讲的都是它的那个形容词 ，so the catastrophe has 这个是一个叫做促使，就是推进、促使 ，prompted an urgent humanitarian response， 好，促使了紧急的人道主义的回应哦。这里有讲到嘛，像是每一次有灾情发生，就会有其他的人啊、其他地方的一些地方组织或者是国际组织会来帮助 ，local authorities 叫做官方当局。所以这边我是先写到 local authorities， 然后 aided by。我今天有问学生啊，就是帮忙协助你们，除了 help， 还有 assist， 你还有没有想到有个单字叫做 aided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好，所以呢，他们被这些国际组织啊，然后帮忙，对不对？ are working tirelessly， 就是努力不懈的 to rescue survivors。Provide shelter and distribute essential supplies such as food, clean water, and medical aid to those affected. 反正就是提供那些受灾区、受灾的人啊，医疗、干净的水或者食物嘛。然后再来这边，你看到这里 ，and other relief organization 还有其他的救援组织啊 ，are on the ground， 好，也正在当地哦，在当地干嘛呢 ？Doing their best to reach remote areas， 好，他们要。尽最大的努力，然后他们要去到某个地方 ，to reach remote areas， 怎么样的 areas 呢？从这边一直到后面，好，就是 have been cut off， 这边的 cut off， 15跟16你要填的就是被切断，好，被切断的意思，就是尽最大努力，然后到达被洪水切断的偏远地区嘛，就是他们要到偏远地区去救灾。接着往下看到 climate change implications， 好。那它这样子的一个气候的变化到底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哦？好，又给我们什么样的指示哦 ？This catastrophic flooding， 好，作为 serves as a stark， 这个 stark 其实就是我不要完全写等于 clear， 很清楚、很明了、很简单的一个 reminder， 叫提醒 of the growing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worldwide。就是其实这一次的洪水就是在告诉大家，就是要去重视就是全球的气候变化嘛。然后他后面有讲到，就是虽然 Libya 这个地方哦，它其实不会对于太极端的天气会感到陌生，所以这里18、19、20有一个片语可以把它记下来，像是陌生人叫 stranger， 好，你就可以说 be stranger to， 对他来说不是一个 stranger， 对不对？好 ，is no stranger to extreme weather events， 但是你要去看哦，就是虽然他们是不会太就觉得大惊小怪嘛，但是因为气候的变化，每一次的 intensity。好，跟 frequency， 那什么叫 intensity？ intensity 就是它的密度，那这边不是讲密度，就是它的强度，还有它的频率。If such， 好，这个是你会的单字了，叫 disasters are increasing， 就是每一次来，然后都很频繁的来，然后每来一次就越来越强，好像进化过了一样。So here it is crucial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来 address， 去强调，好。去强调什么呢？去解决啦，这边是解决的意思，解决 the root causes of climate change， 而且还要呢共同的去努力 and work towards mitigation， mitigation 是缓解的意思，好，
这个就是比较困难一点的单字哦。你可能在高一、高二，如果你没有上补习班的话，你是不太会看到它。Mitigation 还有适应，就是要想出一些原因，找出根本的原因，然后去缓解，然后去适应，还要找出缓解策略，找出适应策略。To prevent 去预防 further catastrophes like this，好，就是去预防后续未来的类似的情况嘛。然后我们看到这边哦，所以这一场悲剧哦，其实也不算是悲剧，因为在某一个层面，它反映了什么？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就是 community resilience 就是它的韧性，它的坚韧，and solidarity 就是大家的团结。所以我们在22跟23就是要先填到这个单字哦，在面临这样子的悲剧哦，in the face of this strategy。Eastern Libya has shown incredible，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resilience and solidarity。还有讲到邻居就是互相帮忙嘛，are helping each other and communities are coming together to support those in need，就是大家互相帮忙，所以展现了团结的精神。而且呢，and compassion，24个要填的是 compassion，看到 compassion 就是同情啊、哦。好，团结和同情呢，is a silver lining in this dark time，在这种黑暗的时期，作为一线的希望，可以吧？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稍微跟你介绍到那个就是利比亚的洪水。So for question number one, what caused the catastrophic flooding in eastern Libya? So we can see 的答案就是这个啦。然后再来看到 what has been the impact of the flooding on infrastructure in the region？就是它的基础建设有受到什么，什么影响？那就是它的那个桥啊，还有那个路都是严重损害嘛。好，然后再来有哪一些组织来帮忙？就是你其实只要找到就是文章里面有提到的类似的，你就可以去选出来。答案选 C。再来第四题，好，那它告诉了我们什么？它强调了什么？国际的就是一些全球的议题哦。这边是什么？A decrease 还是下降吗？还是 the need for more urban development or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r a decrease in humanitarian aid？答案就是 C 选项。再来看到这边第五题，但是呢，有什么样的正确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答案是谁。好，就是这个 community resilience，好，社区大家的坚韧，好，就他们都撑住了，还有他们的团结一致，可以吗？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一篇讲到了跟时事有关系的。那如果呢，你想要领取这一份讲义的话，就记得到下方的群组加入群组，然后跟老师来索取。那我们不定时会就是更新一些主题式的课文呢。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